大家好，我是店长。我们呢今天要来开这个刚到货的，这是什么 Yamazaki Single Malt Japanese Whisky。 几年？55年。不得了啊，这个什么呢，名盘嘛。最近呢也是找了不少非常极化的东西啊，三七五五。小编我呢就是每次开呢胆战，从一开始胆战心惊开到现在已经有点麻木了。哇，他这个还教你要怎么把它拿出来，小心翼翼拿出来。三七五十五年呢，先卡边，先放旁边。重要配件，配件齐全。开这个大酒呢，录影是确保在拿出来整个过程。如果很不幸的发生什么原本的意外，至少还可以稍微 complain 一下吧。整个箱子先抽出来，算了，不好抽，放弃。你看，第一次开，也不知道怎么开它。哎，小心翼翼。扯拉的，我们通常会先让它垫个东西，垫个东西，平躺在地上，也不要让它的白盒子脏掉，就是一样，菊花的这个宣纸套，怎么移出来？这边拉比较安全，我这一不小心弄破很麻烦呢。那跟25那个一样吗？比25好拆多了，小心翼翼，放旁边，来，哇，这个盒子蛮漂亮的，钢琴烤漆，钢琴烤漆的面。仔细看，水当当，恭喜高大哥，又搞定了一支大酒。我们不止在苦饮上面、原酒上面做这种推广啊，大家学习啊，非常专业啊。在大酒方面，高大哥绝对也是不遑多让啊。今年就已经真的是感谢各位支持啊，也教了不少支这个很厉害的东西。小编店长我也是很荣幸的能够帮大家开箱。看一下我们这个传说价值好像拍卖到了1000多，是不是1000多万的酒在手上能够开得出来？那有任何相关资讯的需求，欢迎私讯询问各店。有大酒找豆花哥，谢谢大家。银盘豆花，拜拜拜拜。